你为什么要这么急？没有，问一下而已。抓去地狱啊！我们同框上号。嗯？地狱不要吧，我之前不小心打到猪猪哎、欸。我之前不小心打到猪人哎、欸。那、啊、算了。不要去也是可以啊，我陪你去。走吧，我陪你去。哎、欸，看看看，我要死，我要死了。谁啊？我发现把他抬打去你那边，你就把我把他打来我这边。你是来，原来你是来找茬的吗？我要死了啦！你还剩几滴啦？没、欸、没有心了。那里还有一只哦。不准用大火球。你在干嘛？不用挖了，鹅卵石八辈子的多。走，去地狱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是想把剑好看一点的。剑好看一点吗？我想问一下。好看一点吗？那样吗？嘿，对啊，这样这样子啊，走啊，这样比较安全，好不好 ？Are you ready？ 我的画面一直摇，有雷有雷哟！阿正，等你穿进来，你进来吗？阿正，哦，你。我们选这个，我哎呦呼，我们从这里走。我在这里曾经有插火把，因为那是白牌叫我来找猎人神，结果在这里发现猎人神。这种？哎、欸，猎人神好几只，重生好几只。哎、欸，掉了一骷髅。什么东西？掉了一骷髅，还有猎人神。等一下，我准备引爆斧去炸他。不要吧！干你你的敌人！哦，又来打对架构。哎哎，你的东西我先暂时帮你试一下。你就把我全部捡起来。不对，我已经满了。碳纤维做的，有些笨蛇就丢我这里。铅粉借我用，你的铅粉借我用一下。哎呀，我东西怎么全部都不见了？还是这里？哟，你还有你的煤炭，你不要了吗？没有，炸过来这边的。哎、欸，我的，喂，我的，哎、欸，我裤子不见了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好几只，我先吃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我要怎么上去封印啊？我想问你一下。你还在排吗？对啊。交给你啊，封印交给，封印就交给你啊。这个事情不用轮到我处理。喂，你来帮忙好不好？赶快啊！你往上面上。好多只哦，我不敢哎、欸。欸、我忍住不能用，你用水盾，快点用水盾 ！G B B， 没有啊！
我对它没有用啦，要用水。然后你还把岩浆炸开来。我怎么一直被卡住？好耶！哇！哎，阿瑟，阿瑟，哦，问题他还是会生。哦，三只。喂，卡进屋我卡住了。哎，我卡住了，我动不了哎。这里，这里哦，好啊，姐姐啊，搞毛啊！我练刚刚，练刚刚。危险的东西，赶快堵起来！你不救我吗？我卡在里面。你卡在哪？你卡在柱子上。你怎么会卡在树枝上？我想问一下。我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一根柱子嘞，被吃走。哪一个？那个地狱柱。哎，烈焰杆四个就够了吧？酿造的话。什么东西？烈焰杆啊。我还要烧石头，那应该这样就够了。都可以了，我挖一下今天，不要出去哦。摆烂。哎，是不是有一个？哦，对，把它杀掉，我需要他的东西。有掉吗？有猪了呢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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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理他，我先过去看看，看他会不会来打我。到现在没有懒得杀。哎，阿顺，你去哪里？你不要去外面，外面有蚁蝼蚁，白痴哦！看，三小啊，去你的！我刚是掉哪里呀？我哪知道？我就说有。有有你，想不听？你看啊，现在我要怎么救你的装备？忍术大战火球。用人数打、啊。好，刚扔一本喷到哪里了啊？哎，白兽！哦，好烦哦！在，你在家，你在地方按搏斗，我不去了。我先把你的东西拿救出去。我东西全不见了啊！很屌、啊！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干嘛？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，我东西要喷了、啊。你死了吗？对，我东西喷了，喷光光了。我的游戏第一好了。不要了不要了，我烈焰杆杆又不见了，东西都跑到地狱了。啊，算了，以后不要去地狱，地狱太恐怖了。不行，我要。我要烈焰杆杆，我要亮照。来去干不？搞毛！我经验值也喷了。之前做的装裤子。
啊，暂时先顶一下。哎，那你的奈米装嘞？全部要养养那巨鳄啊！哦，天杀的！我连附魔的高等护也掉在那里。啊，我要金锭。啊，那我们家里铁还有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笑哦！我还是说铁木钉好。搞吗？没有哦，还有，吓死我！没有铁钉，我会想说我要斩。黑木光，你笑了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在那个真笑？我是木光师，然后我那个。你为什么刚进去就被杀？干，真的会累个，我不进去。等你不累个的时候再说。我会累个。我说等你知道庆还不累个的时候再说，不然参加之前都不要去。啊，东西分光光。等一下，中介整图就可以了。我等一下，你为什么坐在外面？乖狗狗，你为什么坐在外面？乖狗狗。哎呀！啊！要不要穿叫你们穿鸡眼？算了吧，我不想再喷装一次。啊？我不想再喷装一次。我赖米刚全喷。你捡回件裤裤。哦，每喷一组哎、欸！你是每粉？等一下，你是死在地狱每喷一组？没有，掉到岩被那个有一扎岩浆里面去。对，那就是掉到岩浆里喷掉。哎、欸，那里的僵尸全都跑上来。对，里面的僵尸，我没有封魔是我错。操，又是按部即歪啦！啊，你没就被抓起来，我跟你没胜。我为什么拿铁剑啊？我要去找铁木钉之鱼。铁木钉之旅。为什么你不要做电炉？啊，不是有做吗？等一下，你是要铁炉还是电炉？电炉吧。哎、欸，乌鸦飞起！我恨彩子包。乌鸦飞起来了，搞吗？兔子就这样被我砸了。好可怜的兔子，就这样被我砸了。寻找铁木钉之旅。操！这样。这样。安布都在外面呢。真笑，那我要怎么回家？我岂不是要躺着回家了？啊，你有必须要？
现在外面又在下雨，是不是？哎，大火球是会把家里烧了吗？啊？好，知道。你要吗？哎，按那个。好，那个。走都怎么样？为什么家里的暗部还有古力帕这么多？啊、哦！阿叔，哎，声音听起来不太妙。那里被炸了？哦哦。看，我要有时间休假了。嗯？哎，我怎么没有记录？记录什么？我重生地点都怪怪的。我不知道。洞穴里面啊，鸡巴嗨！我手电爆了，就被古力帕爆掉。糟糕，会伤到你。啊，这我要。拿木头来。等一下，我怕你有绝种。家里门户大开。之后我再修理这里，我们先走。把这人魔下雨。哎，你为什么拿？嗯？我拿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拿你的，他穿你的耐米裤。谁？僵尸。我还赖你一口啊！先进来了。好，这集就先拍到这样子了吧？好啊，真是悲剧跟上一集没什么两样，哎、欸，跟地狱没什么两样。啊，太困难。那一集没什么两样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。就这样了，拜拜，阿顺，拜拜，拜拜。